春天都来了，不晓得为啥子这么冷，吓得我今天赶忙去弄了条鸡来给自己补一下。现在准备整个火锅鸡，先来砍一半肉。砍好的鸡肉，我们给它洗一半肉，给它焯一半水啊。去腥三件套，葱姜料酒来一半肉。焯水的时间，我们自己炒一个火锅料，魔鬼椒来一半肉，八角来一半肉，桂皮来一半肉，香叶来一半肉，干辣椒来一半肉，花椒来一半肉，先给它泡一会儿，捞起来给它冷却一半肉。泡好的香料再炒一半肉。炒出香味就得行了啊，泡一下还干一些，给它炒焦了。菜籽油来一半肉。炒一半肉豆瓣酱。酱炒的差不多，我们把蒜和香料放下去，再炒一半肉，炒出香味。火锅料炒好，鸡倒下去，加炒一半肉，差不多了，可以加水了。开水加一半肉，哇，差不多，可以开吃了。嗯，口水都要流出来了，爽得很。下雨天，我们山上就容易起雾，是感到看不到我。哇，这个鸡翅膀啊，酥腻儿，嗯，哇。哇，这蒜也爽得很。关于这道菜，我做一个技术总结：小伙伴们在屋头做的时候，可以不用放魔鬼椒，我放了一个，在嘴皮子里面烧。